小姐。很多人喜欢改车，可是我觉得改车真的是一门艺术，真的不能改到太超过。很多跑车原本的声音就很厚、很好听、很顺，我觉得 OK。可是没有必要把其实声音没有这么雄厚的声音，把它改得很大声，就会有一点点吵。这是我的个人感官啦、啊，不好意思。坐在车上，我就转过去跟我男朋友讲说：“你今天在谁？”他说：“嗯。”我说：“有人调过椅子了。”然后他说没有，今天就是有一个人啊，因为怎么样，他就跟我解释一堆。然后我就说好，你最好就不要让我抓到，因为我会知道椅子大概有多高，我自己会调好我自己的位置，不可以载别人，因为我会发现的，小心哦。本身开车啊，就会省省娘就算了，然后又是路痴，然后男生还不懂路，我就会说那你告诉我，你去我好不好？而且我就真的听不懂啊，他跟我讲我也听不懂，然后对跟我讲是白脚，我就看着他想说，可是我不知道哪里，而且我根本记不得什么前面直走右转左转，我根本就记不得啊，所以不要叫我记录，我真的忠孝东路四段我不知道在哪里 ，OK， 我是路痴，不会就赶快去问路人吧，不要再耗时间了。